半季的一个成绩呢，会推进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？就请大家透过我们的导播也同步来关心。那接下来是今天呢，新农牛队在现场的一个赞助厂商的一个开球的仪式。那今天呢，进场的球迷呢，也都有获得赞助商赠送这个清凉的这个雪糕跟。所以也是相当的消暑，相当的不错。我们来看看林振明总经理的一个精彩的开球。那在旁边指导的是我们麋鹿谷哈，麋鹿谷帮总经理加油打气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林总的身手，我们一起来倒数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投出。好球！好，那么林总再次热烈的掌声。那球队今天进场拿到了，就是我们的赞助商甲方食品，我们林振明总经理赞助的。好的，这是。